那这面也太少了嘛，这都不得够我吃吗？不够吃还有这吗？你是何味儿去？还想吃，给。我又你不早拿出来。姐，你吃米饭，米饭里面又没菜肉。肉肯定在碗底。米饭不错。啊，四叔，这肚子没菜吗？这是，我吃鱼面去。
这不是肉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饺子。今天正一哈塔。啊！你再取下字，把字拿来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啥意思吗？你不想让我吃啊？没有没有，开个玩笑，来赶紧吃。这饺子不会有问题吧？咱俩换一下，我吃这个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今天吃鱼面条还是牛肉饼？那个吃牛肉饼吗？我还是吃鱼面条。
叮叮叮，你看我啥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拌面。
啊？你咋可拿盆盆一口？姐，我想吃醋粉，给你做顿好的，你吃。好吃的能轮到我吃，算了算了，肯定又想骗我，得留给你吃啊。好吃的，好吃你咋不吃？别次可想拿个空盆吃了我。还真有肉。哥子，那都看见了，还改改改啥改？那咱俩吃
啊，扎个纸巾儿。给你翻两单吃这个。等一下，我都看来了，你这里边有鸡蛋了，我看看念我谁，我一下子看来了。你还有自知之明，还知道自己念念谁？叮叮叮！哎呦我的妈！闭嘴！螺蛳粉儿，哎，那你我咋是煎鸡蛋？我咋是煮鸡蛋？那这一个，你我是两个，那咱俩换。对对对，五块五块，我都吃这。早上还有个菜叫我来端去，忘了。
啊？这还有个勺子。我都给你说让你等一下，还有个菜，谁叫你不等？还把我螺蛳粉吃。吃饭了，来了来了。这菠萝里边肯定有肉，那是菠萝。给你吃，我不吃。那有几对儿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